后有点紧张。对灰灰的爸爸耶，我也有几句忠告。第一，要用真心去对待童童，遇到事情呢要相互的包容，多听取他的意见，敬他爱他尊重他，改掉自己身上一些不好的毛病，一定要成为童童和灰灰依靠得了的人。童童他不嫌弃你是农村的，他愿意过来陪你过平淡的日子。你呢也不要去贪图童童的那个财富那些，一定要喜欢的是他这个人，然后且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跟上他的那个脚步，多跟他学习，多进行，多自我进行检讨，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足，然后再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善自己。我相信呢，上天是不会辜负一个努力的人。我们毕竟有灰灰那个共同的儿子，所以以前所有的恩怨，我也希望我们能一笔勾销，给灰灰他们做一个榜样。祝你们呢早日喜结连理，到时候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当面去送上祝福。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心想事成。第一次拍那么正式的视频确实有点紧张。请大家千万不要喷我。感谢感谢。